好，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耳的听觉功能。我们前面学习了这个视觉的这个感官功能，现在我们又来看这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声音的这样的来辨别。感受声音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耳来完成的。学解剖的这我们学过了，说耳分为外耳、正耳，然后内耳。那么感受声音的这感受器在内耳的耳蜗，那同样这个外耳、正耳，那是属于它什么？它的副收器官，对吧？我们前面讲眼了哈，除了视网膜，这个有着感官细胞以外，还有重要的直光副收系统。那么耳的话，你看看，除了这内耳的这个感受器细胞吧，还有正耳，还有外耳。那这里看得出来，对于这个生命比较重要的这些信息，它的距离、它的感受、它的结构，是要复杂的多，因为它功能太重要了，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耳的视力刺激是什么。这个耳的视力刺激是一定频率的这个声波或者声微波，这个频率范围一次达到20000赫兹，这范围还是比较广啊。那是说你这个频率低于10000听不到，高于10000呢，高于20000也听不到啊。所以高于20000的那就超声，低于10000的我们叫次声，反正都是听不到的万维之内。那在这个万维之内，一定强度的这个声波就能够引起呢这个我们的感受器细胞兴奋。这个频率不同，它引起的刺激强度大小不一样，所以对于这个毛细胞来讲，对这个它频率，你看这是横坐标代表频率，这不同的频率它引起它刺激强度不一样。那等于我们看这个的你心里强度就是什么，也小些，这一点什么呢也大些，这一点呢什么也大些。所以说对某一个频率来讲，它都有一个引起它这个能够兴奋的这种再小的强度，我们叫做呢听语。好，等一下，相对某一种频率，我把它声音提大一点，那就会更加能感受到。虽然比如说我们可以讲悄悄话，悄悄话那就声音是什么，压得比较低，但是低低的太小了，听不到了。所以能够听到的就有个再小的。好，然后我把声音加大加大，当然你更听得清。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就肯定什么，那忍受不了了，是吧？你拿个高音喇叭，把声音靠得很大。对着你这个耳朵来叫，你这种你会看到什么，肯定是痛的感觉。所以对每一种频率，它忍受的这个再大的是强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呢再大可听域，你看它上面它也不一样，不是叫频率，下面也不是叫频率，上面也是什么，也不是叫频率。所以对于一个频率，它再小可听域跟再大的这个可听域它是不相同的。好，刚才讲我们能感受一次达到20000赫兹的这个声波，每一种声波它有个再小的，也有个什么呢再大的。所以这个万维能够听到的我们就叫做呢听域我的普通话讲那么好，这两个域分不太清楚那就说对于每一个频率来讲，它有个再小的，有个再大的。所以在这个16到20000这个万维之内，有一个这里我们能够可以感受的万维那等一下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间我们能感受的频率主要是什么呢？这个800到3500左右这个万维之内，你看它写的再小的刺激强的呢再小，能感受的呢也再大这一块呢代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常计算到的。你看现在我给你们上课，这个声音肯定比什么比悄悄话的这个声音的什么呢要大，对不对？也没有达到什么那种超音很强的那种，也达不到。所以我们大家计算的基本呢在这个范围之内。那换句话说，其他地方都是我们呢可听的范围，是吧？这是他感受的这个视力刺激。好，这个视力刺激怎么传到这个感受器里面？那就是说这个声波通过这个外耳、
收音能好通过这个外道在这呢，到时候鼓膜啊，这个动脉看看到镜子不是鼓膜横侧的啊，这里转动，转动呢好再通过这呢听骨裂啊，再好传到哪里呢？再传到阑尾腔啊，传到呢内耳，我们过来就来感受器细胞在什么呢？在内耳的耳蜗里面，是不是？所以这个声音啊，要通过外耳，然后通过整耳，再然后到了内耳，那感受器在内耳的耳蜗里面，只有到了这里以后，才能够真正什么呢？刺激这个感受器细胞。那前面的这些是什么呢？它这个副收肌高，那肯定是对这个什么声音的传递过程间，肯定它的敏感性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呢，会进行这个一点影响啊。所以现在我们就分别来看看声音啊，从外面传到这个里面啊，经过哪些结构，有什么啊变化？首先看看这个外耳，外耳的话，有一个耳骨啊，跟这个呢外耳道，耳骨的话主要有利于收集声音。能，我上次讲过了，能这个那低等动物进化起来，再的变化就是什么呢？站立起来了，站立起来以后，它的视野就变大了，而且这个头颈部的活动比较灵活，啊，所以它就可以通过改变这个头颈部的活动，再加上这个视野比较大，所以对生命的定位就不需要这个什么呢？耳骨了，所以人的耳骨是说呢，退化的，不像牛啊。羊啊，这些动物是吧？啊，耳骨比较大。我们也知道，你看睡觉，你睡到床上，跟站起来，你的声音定位肯定不一样。你站起来的定位很准确，你躺到床上呢，那就不准确了，对不对？所以说啊，耳骨主要是根据声音的来源。这外耳道的话呢，它有这个很重要的作用，叫什么呢？对于我刚才讲的日常生活中间，我们能够接受的这个声波，它。这种频率的声波啊，通过这个外耳道的肌，因为外耳道这边就是个鼓膜，它是个盲头。那物理学上讲的话，这样啊、一点频率，通过一点这个长度的这样的啊、通道的肌，它就会发生什么呢？更重。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3000到3500左右的人啊频率的声波，通过它的肌发生的更增大的效果呢，啊最大，能够达到10个分贝以上啊，能够增加10倍以上。所以这样的话也有好处呢。啊，我现在讲课的声音，如果没有这个作用的话，我要增加10倍跟你讲，那我是需要的耗的根就多了，对不对？啊，同样的话，那声音比较小的讲课，那你听不见了，所以它有个这样的作用啊。叫然后呢，变到这个啊往中耳里面传。好，现在我们看看中耳的结构。中耳首先是就是个鼓膜啊，这鼓膜啊，同学们看得清楚不？这鼓膜的结构啊，能这个。斗笠状啊，它是个比较透明的，绷得比较紧的这样的。它这个再的特点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声波通过外耳道，还有这个声压的作用，通过它以后呢，它不发生这个什么呢？频率的改变啊，不发生频率的改变啊，振幅也不跟你什么呢？也不跟你丢失，所以它能够呢啊，很真实的往这个声耳里面传，这就有个好处了。现在你看，我们用手机，现在手机这个我觉得性能比较好。啊，你打电话是啊，这个熟人啊，啊亲戚啊，这个听得出来。这个声音，他你讲话，他也有一个接收的这个啊放能的东西，所以他就是要模拟的这个什么能力的鼓膜。啊，如果说这个功能不好的话，你的手机有人用久了以后，是吧？你这个传音膜有障碍的话，你可能这个你叭叭叭的电话打过来，你声音都什么？你听不出来了，为什么？它失真了，这个鼓膜的话，它很好啊，它不失真，所以它能够呢啊一路传下去，所以它能够真实地把这个声波的频率振幅传到呢啊里面听骨裂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啊听骨裂，这个听骨裂这3块骨都是人体里面估计是。再小的骨头了，去解剖的就无尽里面也是啊，看模型要看的是吧？很难的看得清楚。它啊有3块骨头，也与这个骨膜相连的，就是这个呢腿骨啊，与腿骨相连的是中骨，然后中骨再连哪里？冬骨啊。这个骨膜震动引起这个啊腿骨的震动是吧？再从腿到呢冬骨，冬骨到哪里呢？到阑尾腔膜，阑尾腔膜再把这个信息往哪里传呢？传到内耳里面去。我们叫信息在这个什么啊？
进来吧，啊，这个感受器细胞在内容里面是吧？好，那这个这三块骨头，它的这个连接过程间啊，它的解剖上面啊，以它的这个形成一个光感系统，这个支点在哪里呢？在这个颧骨这里啊，颧骨的这个头啊，这颧骨的柄跟这个中骨，它两种这个笔刺不一样，两个不一样长的，哪个长些呢？这个啊，颧骨柄长些啊，这个中骨呢陡一些啊。你看这这个地方，你看支点在这里，这边长些，这边陡一些，那你大家物理都学得比较好，是不是啊？说通过这个发生改变的话，这个压强的这边呢，就都陡的这里就会升高啊。这个两个笔刺它是啊1.3:1啊，基本都没关系，反正是这边呢陡一些，这边长一些，所以通过声音，通过它全过来以后，它就能够增加啊1.3倍，能够增加1.3倍啊。好，那就是说这个声音通过这个鼓膜，然后通过这个听骨裂，再然后呢往这个内容里面传，在这传的过程中间，它有一个特点。然后这个我刚才讲这个鼓膜，它的四振都为零啊，这个声波通过它这样到这里也好，它往上传，然后首先引起这个颧骨的震动是吧？然后呢，通过这个听骨裂是吧？好，你这个地方作为这个支点，所以还有个增加呢啊1.3倍的作用。好，再来然后通过这个东骨到哪里啊？通过卵圆肠膜啊，然后再等到内耳里面啊，这里面就是外淋巴啊，学姐不是讲过了是吧？是外淋巴啊，外淋巴整顿这个地方呢，就是基底膜，基底膜感受器细胞就在基底膜上面，跟大家讲在这里。你看这样的话，它就会引起这外淋巴震动，外淋巴震动就会引起这基底膜什么啊震动，基底膜震动吧，就呢引刺激着呢啊感受器细胞，所以这个才真正把刺激才传到什么，传到感受器细胞上面来了是吧？好，那这个鼓膜的面积，它远远的要大于这个什么呢？它远远的要大于这个卵圆肠膜的这个面积。刚才讲，它这个鼓膜的传过来的过程间，它的四振度也不减少。通过听骨链，不但不减少，还能够增加呢1.3倍。大家学物理学的比较好吧？啊，你这个面积大，这个面积小，同样的压强作用到这个很大的地方，作用变得小的这里来，那就是这个什么？就会增加，增加多少倍啊？这个不能学上喜好不一样，没关系，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什么啊，鼓膜的面积大小并不完全的，对不对啊？这是达克西的这个平面值。不管怎么讲啊，一般都学上都是这个增加的呢，1.7倍以上，有的是1.8、1.9，然后至少都是啊1.7倍以上，再加上这个啊光感的原理又增加啊1.3倍，所以整个这个声音。能鼓膜卷到这个啊卵圆肠膜的去呢，它就增加至少20倍以上了，对不对？然后20倍以上也有好处啊，你看这个日常生活的这频率通过外耳道增加10倍，然后通过鼓膜这个整耳的过程啊又增加20倍以上，所以整个正好到了这个内耳的去，它就增加什么200倍以上的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是要是你想想看，如果要是鼓膜这些的话啊破了，或者听骨裂状态的话，你看这个声音频过来，那我消的强度是什么？那增加几百倍，你才能够引起刺激啊！那所以你啊，为什么呢？鼓膜破裂这些人听不见了，因为这个声音都变得什么？愈下刺激了啊！等于愈下刺激了啊！这是它的传递过程啊。好，为了把这个传递好，实际上这个啊，还有一这个整耳附件，还有一些护士的结构啊，来加强这个，比如说。啊，这个鼓膜张肌跟这个什么呢？东骨肌这两个肌肉，它就有这个呢，啊，一定的这个啊，调敏感度或者保护的作用。比如说鼓膜张肌收缩的肌，它能够增加鼓膜的紧张度，这样的话呢，使声波的振幅减少，有利于即使是高音。而这个东骨肌呢，正好相反啊，它使这个紧张度啊减少，这样呢，便于即使这个低音。如果两块肌肉都收缩的话呢？哎，你我走日常啊，这个遇到这里啊，那当然放鞭炮的好啊。现在我们有个体验了，看到人家放鞭炮的去，你有的就对吧，把那耳朵什么要捂紧了啊，捂紧了，试着感受这个啊声波的啊刺激，或者说现在啊这个啊发大风啊，和这个强台风
这样的话刺激就比较大，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声波的强弱都本身就是什么比较强了。如果是还把它放大，那这样的话对这个整耳内耳这些机构就是什么都有损害作用。所以这个是他说两块肌肉收缩的话呢，啊，它就能够保护这个感应装置，它因为使这个听骨链上的这个紧张度增加，所以声音通过它这些这个东西，那就不是放大了，而是什么减少啊，阻力增加。所以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保护啊这个感应装置啊，这是有益的，有利的作用，这是一个。另外，这个鼓膜刚才讲，它很重要的一点，要保持它的这个视振度啊，为零啊，所以它也与它的结构保持着正常状态就很有关系。我们去解剖的时候，觉得这个啊鼓膜的整耳这边还有个什么？还有个骨室，骨室里面也是空气啊，这外面外耳道里面也是吗？也是空气。要保持这正常这种形状的话，那就是这膜的两侧的这个压力差应该什么呢？应该相等。但是我们生活的这环境，你看，这个气压是可以变的。这样变的话，那这个骨室里面它也跟着变。它怎么调呢？就通过什么？硬骨管啊，去解剖的这种。这硬骨管是，它是开啊，它是这个与通过咽喉部呢，它是与外界相通的啊，是外界相通的。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气压发生改变的机，那我们这个咽喉就要什么？要打开，要再是它打开，通过咽喉部与外界的什么相通，那这两边的这个压力在什么相相得啊？所以你看坐飞机的机啊，能这个地平面上一拉到这个海怕啊，虽然飞行的高度一般都是8000到10000米的高度，是吧？那这个气压就低了啊，所以说性质变化过程中啊，这里降低了，这骨室里面它这个压力相对就是什么是地平面的高度了，所以你啊这个再好是什么，你叫敲扩胸膛啊，把这个咽喉管呢打开，所以两边的气压相啊就平衡，是吧？如果这咽喉管抖了啊，所以人家感到了耳朵什么为什么？它两边的这个压力平衡不好了，或者变慢了，所以这个声波通过这鼓膜的去，它就发生什么？它发生失真了啊！所以这是这个咽喉管啊。好，那这个声音通过这个外耳、内耳啊，那哈怎么一路传到这个通过真耳，然后再怎么传到这个内耳，再怎么引起感受器这个兴奋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声音的怎么来传到这个内耳里面去。它传的途径是什么？这个传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个是通过这个空气传可能讲这个声波通过外耳道鼓膜到听骨链，可能讲的听骨链，然后这冬归灯等着脑源上膜引起的外淋巴的诊断，然后引起这个基底膜，我能看到基底膜的诊断基底膜上面有着感受器细胞，应该在这里这个正常情况下主要是通过这条途径我们叫整耳的骨卷道，这个骨是指的什么？听骨链。如果现在这个听骨链发生障碍了那就还能不能传呢？还可以传，那就通过另外一条途径，那就是说通过鼓膜震动也好，因为这听骨链可能障碍了，那就引起这个什么骨室里面的空气震动，再然后引起这个呢脑源声波脑源声波的震动，然后引起骨节的这个外淋巴震动，这样再来震动这个基底膜，这个地方呢这个力量就什么敏感性就小得多小得多，所以这主要是听骨裂破坏的情况下它起作用所以这个作用实际上不是很大不是很大，因为它的这个声压的能力大大减弱了。好，如果说鼓膜障碍，那个声音就不能通过鼓膜听骨链这个途径找，还有途径叫什么呢？骨头那声波它也可以通过诊断这颅骨，然后引起这个什么呢耳鼻的震动，再然后引起耳管里面的内淋巴的震动，再然后引起的基底膜的这个震动，就这样的话呢，它需要的这个震动声波的能量叫什么呢？要大得多，所以通过骨卷道这个效率是什么？要得多，所以耳膜破裂了也好人的这个声音就什么基本上感到什么听不到了。为什么这个它这个强度跟这个气卷那儿比要高几倍上千倍，
所以我现在上课的话，那根本就什么，就不能够啊达到你预期。所以这个啊，我像这种病的话，我就给他搞个什么，搞个测定器。测定器就是根据增加它的敏感度，就是增加不全道，也鼓膜破了啊，那测定器就会啊，把它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设计的啊。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声音传播主要是通过什么呢？气卷道啊，主要通过气卷道，因为气卷道的效率远远大于不卷道，对吧？啊，如果说这个鼓膜、听骨裂这个点障碍的话，那就什么呢？这个是不卷道的作用，那就大于什么气卷道，那么那条找不成，它这里就强一点，是吧？如果说这个啊感受器细胞障碍的话，那两者都没有什么作用的啊。所以正常情况下，主要是通过什么呢？气拳道啊，固拳道它是啊，这个作用要弱得多啊。这是啊，拳道的过程啊。刚才呢，这个声音啊，通过这一系列过程，然后呢，就拳道到啊内耳。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啊，内耳的结构啊，这个感受器在这个内耳的啊耳蜗，这形态像个蜗牛的壳啊。这个那、它这个有两圈啊，2.75圈这样的嘛，这个比如螺旋状的这样的管道，无形的管道造成的。我们把它的这个一切开一看啊，它有这呢三个这样的腔室啊，一个是耳管，一个前连接，还有一个呢骨节。后来我们讲这个感受器细胞应该在这个呢，在这个地方，在这基底膜这里啊，是这样。所以声音应该要传到哪里？它要传到这个基底膜上面，才真正的传到位了。好，我刚才讲的这个前连接跟这骨节，它是两个腔道，它在这耳蜗的顶部，同学们看它是什么呢？是相通的。这是耳管，耳管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盲管，盲的，是吧？啊，这个前连接跟骨节呢，它的这耳蜗的顶部是连得快了的。这里面装的什么呢？是外淋巴。这个耳管里面装的什么呢？内淋巴啊，这个不一样啊。内淋巴跟外淋巴它的这个成分不一样啊。这个内淋巴里面它的这个钾离子浓度比较高啊，所以它的电位啊，电位比这外淋巴的呢要高啊。所以这两者淋巴它的这个成分是不一样的，不相通的啊。内淋巴跟外淋巴是不相通的啊。有这个概念啊。好，我再放大点啊，再放大点看得比较清楚了啊。这耳蜗的耳管把气开啊，这是基底膜，这是呢前淋膜，对吧？这是耳管，耳管里面刚才看的是内淋巴，它是个盲管，对不对？前淋接跟骨接里面装的呢外淋巴，这两个管在这个耳蜗的顶部呢，它是相通的，对不对啊？相通的，如果这样的啊，那是感受器在这里，所以声音要传到什么呢？要传到这里，引起这个基底膜振动也好，才能够刺激这个什么啊？这个感受器的毛细胞啊，你大家应该有个这样的概念了啊。这个基底膜它的这个能顶到底部，它的宽度不一样。在它的顶部，你看顶部是比较宽，到底部呢就比较窄啊，所以它能顶部到底部凑紧变折啊，但是在感受的这个声音的频率你看就不一样了。这折里的话，这个频率是最高的，在狂的这种感受频率什么呢？是最低的啊，是最低的。所以啊，这个基底膜啊，它的狂都不一样，形态不一样，感受声音频率的敏感性也不一样，所以你们很聪明，能够推得出来。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不同的能力，音色音质都不一样，那说明肯定它引起兴奋部位的毛细胞肯定什么，肯定不相同的啊，它肯定也不相同的。好，我们刚才讲这个基底膜上面啊，这个感受器在基底膜上面的这个毛细胞啊，这个毛细胞，这毛细胞，顾名思义它就什么，细胞上面有这个呢，有听毛，有听毛啊。这个听毛上面呢盖了这个呢胶质状的这里盖膜啊，你那么就想想看，你看我这个手中代表一个这个毛细胞，这个手指代表听毛，上面盖的是什么呢？胶质的盖膜。
所以这个呢，外人把诊断是吧，就引起这个什么，引起这个细胞或者说干膜发生移动，两种之间发生一个呢微相差，或者微相差这个，你看这个毛就发生弯曲了，这个就刺激它了。你这个诊断力强，我这弯曲的什么就比较大，频率就比较不一样，是吧？刺激强的就不一样。所以啊，你想象就这样啊，这个震动也好，反正发生这个微相差的变化才刺激它，是吧？你声音不管怎么传过来的，反正一定在这要引起这个肌理膜震动，要这么啊毛细胞的这个听毛跟这个腱膜之间发生一个这样的微相的改变，才刺激它了，啊，才刺激它，这是啊感受器细胞。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耳蜗的啊接受的刺激啊怎样来感官换人啊，刚才讲声音啊，通过这样的主要的通过这个整耳的固前道啊，通过膜听过链，然后再啊，引起这个东鼓一动，引起这个啊南面从膜哦内移，然后呢引起肌底膜呢震动，肌底膜震动也好，我来讲啊，应该在这引起这个干膜跟这个呢啊毛细胞的这个听毛怎么发生位移的改变，然后它受到刺激，这样的话呢，它就产生这个感受器定位，是吧？我们大家记得感受器定位。是一个局部定位，不是呢动作定位，所以再一层要产生什么呢？听神经上面产生动作定位，这个啊换人的过程才完成了，是不是啊？啊，跟刚才讲的这个视觉的一样啊，上级细胞上面产生的按超级化的还不行，要说听神经上面产生动作定位才完成了，这个呢什么？那你还得要到听神经上面产生这个啊动作定位才完成这个啊权利。好，观察一下这个耳蜗，它的耳管跟这个什么呢？啊，骨节跟前庭节里面装的啊淋巴成分不一样。耳管里面是内淋巴，这个前庭节跟骨节里面是外淋巴。啊，现在我们发现，如果说把这个外淋巴里面的定位定为零，定为零的话，那么内淋巴里面叫什么呢？就是真巴适，那就是高。啊，要高些，啊，为什么高些呢？关键就呢，就啊，它就是这个什么呢？啊，它的这个啊拉结棒啊，这个血管膜里面的拉结棒，它能够啊帮比较多的钾离子放到里面啊，帮外的钠离子少些，帮外的钾离子啊多些，所以它的钾离子在正地方的嘛，是这样。好，那等你们看看这个毛细胞，这毛细胞你看，这毛细胞的顶部朝向内淋巴，而毛细胞我们这个细胞里面是在什么？是负电荷，它的负啊负八十，所以这样的外面是正八十，是两种人感觉差了，是不是啊？160，你看这个下面与这个外淋巴相连的哈，啊，那就什么呢？就只有八十差距，所以等于一个细胞它不等不稳，模量这个电位差而不一样，所以它跟其他细胞又不一样，所以从这些结构上面。哎，来分析它的功能方面，为什么它跟其他细胞不一样啊？顶部差那么远啊，周围跟底部又差了少些，对不对啊？所以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觉方面的，包括光电像视丘啊，它复杂的多，所以它啊，还与那些心理反射、这个情绪反应关系啊。我估计它与它的这个功能不相同也可能有关系，它跟其他细胞就不一样，要复杂些啊。这是这个啊，耳蜗的定位。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围啊耳蜗围音器的周附近，我们还能够记录的一种定位啊，叫做什么围音器定位？那是怎么做的呢？啊，我们做动物实验的就可以把这个动物的耳蜗分离出来，然后对着耳朵喊话，然后在这个耳蜗的周围啊，就能够记录到啊一个这样的啊定位变化。这个定位变化很有意思啊，它你对着这个耳蜗刺激的话，它很快就能够记录到，所以它没有什么潜伏期啊。它的频率，它的微相，它的幅度，啊，记录起的这个定位变化，啊，微相频率跟这个呢，给它的刺激相似，那就什么意思呢？我对着啊动物的耳朵喊喂，啊，然后我记录这个定位变化，然后我再把这个定位变化记录的这个呢，我把再把它啊通过麦克风换出来，你感觉就是喂，这里啊变，那就是频率微相是一样的，啊。如果说微信变化的话，那就不是这样的，是吧？频率啊变化了，那就不是这样。所以它的
啊，频率外向啊，跟这个刺激的相似，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没有前呼吸。第三个呢，啊，它的这个气啊，那麻子啊不敏感，你把这个动物麻子了以后，它还能够记得到，甚至这个啊听神经发生变性坏死，我还能够记得这些。所以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听神经上面的动作定位啊，但是呢，它是这个听神经啊以后产生动作定位不可缺少的啊，不可缺少的，它是耳的周围记得到的一种东西的啊，交流电性质的改变的一种的啊定位变化啊，不是听神经上面啊。那就说我们讲的要再种完成，那是要到这个听神经上面记得到这个动作定位。所以这就是啊听神经上面的动作定位，它的这个听神经什么的动作定位啊啊，它是要一圈这样的符合波啊，这种这个波的啊大小起源它是不相同的啊，就是听神经上面的啊这样的啊复合波，它的强度它的频率啊它是不相同的。我们刚才讲这个感受器细胞在哪里，应该在这个基底膜上面，这基底膜上面就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胞，是吧？这个毛细胞啊，这个干膜真的啊，我挖掘过试一啊就行了。好，然后每一个细胞它都有着它的这个前域神经，这个前域神经就是组成什么听神经，是吧？听神经。哎，我们仔细分析的话呢，发现这个不同的频率、不同的强度，它引起的这个啊神经沉动产生的部位不一样。我们刚才讲声音的频率呢，一时录到20000赫兹了，这么多了。假设现在如果1000赫兹的啊，它可能对这个细胞可能什么就比较敏感，所以声音强度比较小的去，哎，那就这个上面能够记得动作定位，对不对？啊，那为周围没有那么敏感。现在声音如果大一点的话呢，哎，虽然它没有那么敏感，但是这个是声音比较大了，它也可能什么就日常刺激了，哎，它可能什么也有兴奋。可能还大点呢，那可能呢？就啊，这个个别的细胞可能也兴奋了，所以啊，借助听神经上面的这个动作定位的啊频率，然后发现的起源不一样，所以呢，对以后我们来讲这个感应怎么来编码，实际上是个论证，那就说明这个什么啊，基底膜上面它不同部位的细胞，它的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声音刺激的敏感性呢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啊这个耳蜗怎样来对这个声音进行这个呢编码的。我们刚才讲的声音有不同的强度，有不同大小，那么这个声音强度大小它取决于什么呢？一个它取决于这个刚才讲这个频啊强度不同，它引起这个基底膜啊，发生振动的部位就不同。声音小，它引起振动再强的部位就什么小一些，是吧？啊，这个振幅比较大，它就能够引起比较大面积的这个基底膜振动，那就能够等着兴奋呢更多的毛细胞啊，这是啊一个。另外一个呢，它也与这个毛细胞本身的这个敏感性有关系。本身的敏感性有哪些关系呢？一个，我们如果有背景声音的话，像现在有噪音的声音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个噪音它也可以传到，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传到你，最好引起你这个什么基底膜也振动。这样振动的话呢，啊，它使这个敏感性降低，所以我给你的刺激就为什么呢？就没那么敏感了。所以现在你看，如果大家那里吵，哎，我讲的这个效果肯定是什么的，比较差些。如果大家，哎，这玩具静悄悄的。大家都凝神过去，这样我讲的这个啊声音给你的这刺激，你这个反应的效果就什么再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同时，这个高位争取下来的这个冲动，它也可以调节这个呢啊毛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啊，也可以引起它啊发生这个改变。所以我全神贯注的去啊，你其他人吵，这个声音其实也刺激过来，所以我可以把你这个敏感性什么降低。本来是个预想刺激，可能变成什么预下刺激。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有些人在闹市里面能够也能安心专心致志的看书啊，实际上他什么呢？得了受到这个
毛细胞的敏感性降低了，那肯定是通过视觉系统下行过程中来刺激的啊，来抑制的这个听觉系统啊，所以你在那个决议性姿势啊来看书，就外面的噪音就把它预想刺激变成呢预想刺激，这是第一个对强度的变化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什么声音的高低啊，对音频的这个啊怎么来变化，我们讲的这个声音有高有低啦，能一次挠到20000正位的范围之内都能感受到了啊。后来发现这个什么呢，耳蜗不同的部位它的不同频率的这个声波刺激敏感性不一样，这个底部它是高感受的呢是高音，顶部感受的是低音，管理讲的声音都是能这个满面腔的全过来，全过来首先就到哪里啊，到底部波是吧，顶部在上面，所以声波越低它全的呢就越远，所以现在来解释这个啊，感受这个不同音频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呢弦波学术来解释的啊。刚才讲这个啊，你看这蹬骨肌一动，蹬着哪边是磨，就引起这个啊前连接的外淋巴震动，对不对？外淋巴震动，然后这肌底膜啊，肌底膜上面有毛，就有这个毛细胞了，它一震动就引起这个啊毛细胞跟这个干膜之间发生微型的变化，对不对？好，那这个毛细胞，你看这里这么多毛细胞，哈、啊，频率呢是不相同，啊，现在发现这个频率如果越高，它引起振波再强呢，就距离就什么呢？越近。你看这个啊，然后现在这个频率变低，它就认为呢，觉得比较远。你看频率越低就觉得越远，越低就觉得越远，越高呢就越近，啊，那就是振幅再大的地方，这个毛细胞就什么受刺激了，啊，所以。这感受这高音的是这顶啊，这底部感受这低音的呢在顶部啊，所以现在实验这个弦波学式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说啊，一块石头扔到水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波，这个水波就扔这个啊石头扔的这个地方受影响之后呢，我们就觉啊，这个声波它在整个地方啊，它也是这么要平均去评估去，这是刺激观察啊发现的，这不是想象出来的，就是。啊，对着动物的耳朵喊话，然后我们看这个肌底膜是什么振动，发现这个频率改变，它振动的距离就不一样啊。啊，我刚才讲的这个啊，不同频率的不同部位，所以说如果说耳蜗的顶部损伤了，那就是呢，发现这个病人这个低频的声音呢就缺失。你看现在我来上课啊，这男性的这个频率什么呢？第一期哎，他可能就呢听不见了啊，如果换个女老师的呢，女老师频率什么高息，她的底部呢还是好的，就能感受，所以你不能笑她，哎，这个人怎么男老师上课听不见了，女老师会也听得见，为什么？她解剖病变距离了是吧，她顶部破坏了，她低频她感受不了了，她高频的感受到了，那就换个位置，现在如果说她底部啊，破坏了，啊，顶部是好的，那我双过他听得见，那女的双过他什么？哎，听不见了，是吧？所以他是不同的部位，他的这不同频率的不一样啊。你看过来，我，你这个这是肌底膜，是吧？你看这个频率不同，你看高频的，它这是它的这个啊底部，这是顶部。你看这高频的话，它的这个振幅就在这里啊，低频呢觉得远一点，再低的呢远一点啊，越低就觉得什么？啊，就越远，所以这病变是看哪个地方，是底部还是呢顶部啊，部位不同，它这个损伤的啊后果对这个感受就什么呢，就不一样，是吧？所以同样的，我们不同的频率的声波刺激你，那么引起肌底膜振动再强的部位可能就不一样，你看哪个点再强，哪个频率就到相对的位置，所以你感受也好，你对出的这个声音啊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啊，感受不同频率的声音，它是肌底膜上不同部位的这个毛细胞啊，兴奋程度不一样啊，就到这里。这是啊，这个啊，听觉啊。好，再我们来看看这个前庭器官的平衡感觉。这个前庭器官呢啊，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膀胱管啊，膀胱管，这是这个啊，三个膀胱管啊。因为记住这个膀胱管的它的这个空间组成很有意思，是吧？然后这是什么呢？球囊，这是呢脑胃囊啊，就是三个。
啊，跟俄乌，但它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内俄的机构，跟俄乌呢是个邻居啊，是个邻居。好，这三种感受器，它的这个感受器细胞也是什么呢？毛细胞啊，毛细胞啊，这个画一个比较大的毛细胞，看得比较清楚，是吧？啊，这个毛细胞上面就有毛啊，这个长的叫冬毛啊，短的呢叫做呢筋毛啊，这个上面光来讲就有耳饰，就像这个啊听觉的一样，有的胶东中的盖膜一样的啊，性质是名字不一样，性质其实差不多，都是这个呢比身比较啊比较大一点啊，比较粘稠的啊，这个毛就插到这个耳饰里面，所以光来讲呢肯定这一啊危险的改变啊或者集结力的变化就会产生这个毛就发生了弯曲吧，对不对？你看我哪边弯，要不就往这边弯，要不就什么这边弯，它反正之后呢两个方向弯啊，所以这个各种不同的刺激，然后啊要达到最好呢达到这个啊三个感受器，再引起的是这个呢啊毛细胞的这个集结力的作用的集结力的改变，引起它的听毛跟这个什么呢耳饰发生一个微型的改变，这就呢刺激它了，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刺激也好，对这个啊发生什么的改变呢？首先肯定是某地方的变化。我们发现这个在安静状态下啊，这个冬毛跟筋毛都处于这个智能位置的时期，我们这个时期进入的某定位呢，腹拔式啊，腹拔式，可能跟这个听觉的差不多一样的是吧？啊，这个时候进入的这个神经啊，成灯。真的样子啊，真的样子啊。好，现在发生了改变啊，发生偏觉，偏觉完了就两个方向偏呢啊，一个是当这个筋毛偏向冬毛的时啊，那就是短的往长的这种偏的时，哎，发现这某电位呢变小，某电位变小，我们知道这个叫什么区域化的改变啊，这个是肌肉的这个动作电位的这个比例，你看明显增加了，光的本来是这种，对不对？现在增加了。那说明它是毛细胞就什么兴奋了啊，那就说啊筋毛偏生冬毛是兴奋啊，现在反过来这个冬毛向筋毛这边移，哎，发现这个某电位呢有负八十变的一百二，那就是什么啊超级化啊，哎，看看发现的频率就什么明显减少了啊，那就说明它什么呢意识了，所以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啊测定发现呢，这个毛的偏远的方向就决定了这个细胞是兴奋还是呢抑制，所以我刚才讲它这个位移的改变一个极限的变化啊，所以一个震动那就说先偏过去马上又可以什么偏回来，所以不停的兴奋抑制兴奋抑制啊，这就刺激了这个前庭器官。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前庭器官它的啊生理性的啊刺激。首先看看卵圆囊，卵圆囊它的这个毛细胞它的这个是怎么长的，你们脑子记不清楚哪一个感受什么，你看卵圆囊它的这个细胞什么，它是蹲子长，那就是说蹲在这个血边运动的肌才会引起毛偏圆吧，对不对啊？你看这是血边运动的肌啊，所以形象能跳了舞的得啊，摆动我受不了动作啊，这个左右摆动，那是肯定就是什么就有刺激了，所以他这个视觉的刺激他肯定是感受这种什么血瓶的感觉，你比如说做吹的机做了什么啊，如果这个刺激来个透冷的紧急刹车，你肯定往前一冲，这个头部肯定发生血瓶的改变是吧，所以这个刺激肯定就刺激什么，就刺激了这个啊，就刺激了这个卵圆囊了，所以这个卵圆囊他感受的就是这个血病方向的这变化，所以你的垂直，如果这个司机血病不高啊，这个加速一下又停一下，又加速一下又停一下，你看看这种你肯定有的人还除了你这个肌肉的就能改变，因为你的头部面积位置跟躯体发生变化了，所以你肯定是要调整你全身的这躯体身体的张力来维持这个什么位置平衡，要老是这样变来变去，好多人就知道坐车子，你看看就什么五星凹头，那是啊，这些在神经系统上，老师还会讲。那是除他再整手艺的目的，他是要调整头部与这躯体位置，然后保证什么身体平衡啊。同时呢，它又可以引起这个什么
植物神经发生各种变化啊，所以你如果变化太敏感太改变的话呢，就会引起这恶性凹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球囊，球囊的话同学们看它球囊它转的位置是什么呢，它是这样啊，血病转虽然毛是这样动作的，你看看这个盖死在这里，所以它的这个刺激你们就知道什么改变啊，对，上下的决策的改变，所以这个从电梯上下的这些改变，那就是它这个刺激，是吧？所以这个啊，球囊它的这个感受的刺激，就是这个头部垂直方向的变化，所以就记住了吧，是吧？好，你除了这两种改变以外，这个身体除了啊，这个那一样的呢，它就这种上下方向改变的话，它的这个刺激程度。它再种机构也是调节头部，比如说躯体的位置改变了，那电梯痛的下意，你肯定是啊下意识的这个什么脚弯曲啊，什么就是啊这个神经的张力呢要增加了，是吧？那电梯一爽一下一爽一下，你搞久了肯定你啊人以为恶心凹头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半规管，半规管感受的什么呢？半规管感受的就很重要了。你看这个运动除了这个血病改变、血脂改变以外。你看那些跳运动员，那时候10米跳到和5米跳的下来，先前弓啊，有的后弓啊，身体还有什么？还有旋转。那就换句话，除了血病跟这个上下的话，那其他那些旋转的这些改变的位置的变化，那都是什么？都是半规管的事情。所以半规管，你看它的这个结构功能，就决定了它各个方向的这个毛都有了，都能够什么感受这个刺激，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身体发生这个旋转发生这些改变的机啊，那个接受的刺激呢，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半规管的。所以半规管它的啊作用就是呢啊，学生讲的啊，脚速度的变化啊，你是旋转，你跳舞的机，左转右转啊，所以正改变右改啊，副改变变来变去都这些变化是吧？头部与空间位置改变啊，除了血病跟角色的啊，它都啊，剩下的都是它的事情啊。这是前庭激光的这个感受器。好，再讲这里介绍这个前庭反应。前庭反应是什么呢？刚才讲这个位置的发生改变以后，这个感受器的毛细胞发生这个位移变化啊，它的主要的作用是通过调节这个机体的张力的变化来维持呢这个、位置的变化，是吧？这部分呢在神经系统啊，我也详细讲，我这里就不讲了啊。刚才讲它除了这个引起躯体反应以外呢，它还可以引起这个植物神经啊兴奋。植物神经兴奋的话，那也引起这个什么呢啊，血压的变化、心率变化、胃酸的功能改变，所以这有些人晕车。那我问同学们啊，这个发生这个晕车的这些人呢，他是不是反射障碍啊？是不是前庭反应障碍啊？他不是的了，这种是反应什么？反应比较强，或太强了，太过了。是吧？所以有的人说啊，晕车也好，吃的晕车油，实际上这个油不真正的讲，它走进不了这个。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什么？以神经系统及它的卷曲冲动来抑制它这个啊前庭反应。然后这个姐姐叫晕车，啊，他坐车子坐不得，坐了上去没有多远就啊就吐，啊，所以每次回去啊，我说你今天跟我坐车，你肯定没问题。首先身体上啊。给他做你肯定没有问题，他就啊心理反应就反应了，能好就给他啊扯左扯右扯能好分散距离，然后再有几个小时下来没关系的，是吧？啊，那就是我这个谈话这些压抑了他的这个反应，这是啊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眼症症，如果说你现在我要啊要检查一个人啊有因为回旋原则机坐到卷椅上面。左边也是快速转10圈，然后又反过来转10圈，再看着你的眼睛的什么来回左右的疏通啊，那就发现什么呢？这个啊，发生这个旋转的机，这眼睛先缓慢的向两边这种转，然后这迅速的又回位啊，转过来再回位，这种叫什么呢？叫做啊眼振症。它的这个刺激来源就是什么呢？这个半规管的啊，这个啊眼振症它有两个是。危险的变化，一个叫做慢动向，就是眼睛缓慢的啊，像这个一晃移动，比如说你这个头部向左边旋转的机，哎，发现眼睛就是什么，向右边慢慢的移转啊，然后都这叫做慢动向，围着这个右边呢，就现实的就是什么透轮子，现实的
又围到左边，这偷龙外围，这个就叫做呢快灯下，所以你这个不停地这样变过去也偷龙回来，变过去回来，这就叫什么呢？啊，引正阵。这个快灯下是这个争取纠正的结果，慢灯下呢是前年气管受到刺激的啊这个效应啊。所以临床上面啊，我们来检查这个啊引正阵，这样来判断你这个人的前年功能呢是否正常啊。好，这个前年调节啊，我们就简单介绍的啊，这个相关的内容，然后看啊神经系统啊，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下课。Thank you.